貨物同埋雜物，火勢非常猛烈。哇！你咁大。Oh, 女人街 is burned. 花园街。花园街咪女人街咯，唔系咩？我当时火势就系烧个地摊，跟住就烧上楼咯。跟住烧上楼之后，因为太大火就蔓延到烧到对面啦。对面。就咁烧啦，就估唔到咁。好近嘅啫嘛。系啦，先头就系好，我以为几分钟可以救熄嘅火。但是蔓延得很快，亦都有住客走上天台求救。